大家好，我是吴英嘎。今天天气特别好，准备出去干点活。看我们家牛都在前面，因为天气好了，所以他们都出去了。我要去那边堆牛粪，像这样把牛粪一堆堆堆好，它装的时候就方便了。能看到吗？就是那边是我们家卸牛粪的地方，也是卸成一小堆。等到五月份的时候啊，等这个天气好了，有风了，把这个堆的牛粪摊开，一个个摊开，它就风干一下，它就干了，干好之后再收到这个这里面，那冬天的时候就烧干的牛粪了。这个就是刚好的牛粪了，我们去年堆的。这个干好的牛粪呢是没有任何味道的。我们这里养的牛不像其他养殖场里的牛，我们这里的牛是每天都在吃草，是在草场里长的，除了冬天会补点饲料，饲料也是纯植物的，所以它这个粪便呢是也是纯天然的。我还听说啊，最近这个牛粪被日本的一个科学家证实它是有治鼻炎的作用的。这个我也只是听说啊，没有看到这类的文章，但是倒是有这个牛粪的香薰有在网上卖的。我也点过一只，是纯天然的草原的味道。要是你们特别好奇的话，或者是有这个鼻炎的朋友，可以买回去试试。好啦，我们去干正事儿吧。听这个牛粪叉叉子。时代新思想，新的目标，扛起肩上的责任，冲向前方，把自信装满，去超越梦想，撸起袖子咱们大干一场。天上的馅饼不会掉地上，努力奋斗才能实现梦想，齐心协力谁都不能掉队，撸起袖子咱们大干一场，撸起袖子加油干，兄弟姐妹是一家，中国越来越强大，狂风暴雨咱不怕，撸起袖子加油干，勇往直前闯天涯，中国越来越那边还有很多，一天收拾不过来，得慢慢来。